아, 아니야. 死了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来，咱们去看看，这个很远啊，咱们去看一眼来。这包特干脆，狗熊，这是打晕了，你要，我操，这打晕了，这是，拍着。没打死，对，就擦一个脑、哎、不行了，不行不行，脑袋又那，别过去，别走太近，别走太近，我把它还想钻。喝又喝，摔跟头，咱们追着他，他已经跑不快了。我在前头，你在后头。大家看，他已经不行了啊，不行了，不行了。刚才那发钢珠啊，擦了一下脑瓢。行了，解脱了。哦，大家看那钢珠，哎呦，有有有，刚才打到他那个前胳膊上头，一下就钻进去了，因为我是打穿了。啊，这个就是动物的回光返照啊，矩阵，他已经其实大脑已经死了。屁股，他正好在洞口了，已经啊，打中了。没事，我们再打别的去，太多了。打别的去，哪儿去？我盯着他。啊，看了，摄像机没盯上。这儿屁股，然后呢？死。这片的桃子特别好看啊，平坦极了。这只也挺远的。哎，大家看，这是它的洞。视频里应该看到它给爆，应该是爆头了。但是我估计它可能没死透，它用最后的劲儿挣扎是冲到洞里了。哦，哎，不用下了，咱们看一眼，拉近吧，矩阵啊，矩阵，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，好，结束，再见，海兽，再见。好漂亮，大家看啊，这个很远啊，我不用动了，能拍清的，狗熊爸过去吧。哎，大家看啊，大家看距离。这个超远啊，爆头吧 ，OK OK OK， 好，漂亮，不用去了，不用去了，看啊，矩阵了，这钢珠完美的弧线，一发爆头，再见，海兽。六米、七米、八米、九米、十米，还在跑，他肯定会停，肯定会停。为什么呢？动，他回到动，回动边上踏实了。对对对，不是这样，成型了。好，到了。有一个，嘿，干脆，好嘞，小花后头啊，
干脆，非常干脆。哎呦，这个都不聚阵，等会我往上点，你拍近点看看。啊，这个，哎呦呦呦呦，好，看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。哎，进去了，进去了，用最后一口劲儿回到他的家。嗯啊，哎，这要打死多爽啊！打，等会儿啊，就世界里全是铁翅膀，然后背面是一个，你拉特紧，穿透挺打。死呵，大家看这是在哪儿打的？特别漂亮。哎，我们帮这个蒙古牧场的里头清害兽呢。好嘞。漂亮，白狐、沙黄鼠，你能拍到吗？拍最右边那只，大大的那个。哦，站着呢。好，来看看多远。超远，这个。好像旁边还一只跑了，快速再逃跑，快速。嗯。非常清楚，太干脆了哈！你看抖的，举着，哎呦哎呦哎呦呦！哎，快快拍会儿，哎，蹦蹦！这个这个体型不大，这个体积挺小的。死，后头还一个，跑过来一个，远处看见了，远的。完了，我这草挡住了，大后这有一地鼠啊！哎，看，哎，还没死，还没死，要不行，补一番，大后要了，我看见了。死，爆头后脑上，这是关节，拍手打，打屁股上了，哎呦呦呦呦呦，不行了不行了，来来来，狗熊再抱了一番，哎呀呀呀，好下去了，有进去。又是一个干脆利落，哎，这个都又不矩阵，看见了吗？对，直接爆头丝，待会儿咱们去回去看一眼。咱们看一眼，走走走走走，走。还得拉屎撒尿了，快快看！哎，这只真肥，大家看这只那个体型，相当肥大。哎，大家看鹿蛋点，那个眼睛底下。应该是打一对穿，大家看啊，打成这样的，它好像就是不矩阵，对吧？它马上就要钻回洞里了。我把它翻个个，真肥，穿了，穿了，对穿了，对穿。大家看旁边就是它的洞啊，这种东西它一般不会离它的这个巢穴太远的，对，一旦遇到危险，它低身跑过来，好肥啊，好肥啊，嗯，开始。哎，跑了，跑了，擦伤。吃饭现在收一个，好了，好，站起来，站住了，天冷了，在这站着。翻了，很干脆，看见小脚了吧？啊，对，尾巴，尾巴，尾巴，哎，啊，又不行了。